这次终于有一个题目全面、命中率高、原创题解、持续更新的面试刷题神器了。两年半前，我做了一个免费干净的面试刷题网站，后面因为种种网络攻击和运营压力，网站被迫沦为开源靶场，拿来给大家学习网络安全了。但是你们以为我就这样放弃了吗？这段时间我看到很多学编程的朋友因为不知道在哪儿找面试题，不知道背哪些面试题，找不到优质的题解，而被面试官吊打。的确，网上虽然有很多培训机构整理好的面试题 PDF， 但要么是题目不全，要么就是不更新维护，题解的质量呢更是参差不齐。假如现在让你准备面试，是不是要先自己整理过面试题，然后再从网上搜一大堆题解，然后再择优劣汰？想想都麻烦，得花不少时间，而且最关键的是你也不知道题目考不考，题解是否正确，对吧？天下苦八股文久矣，朋友们，是时候吊打一波面试官了。所以我总结了过去的失败经验，在苦练了两年半之后，我们的面试刷题神器面试鸭的全新版本今日满血复活。哇，好帅呀！题目更全面，刷题更方便，背题更省时，题解更优质，知识更丰富，更新更频繁。这次鸭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帮助大家用更短的时间准备好面试，吊打面试官。首先，面试鸭支持小程序和网页端，随时随地都能轻松刷题，而且界面非常纯净，用起来也非常方便，甚至面试的时候都能偷偷用它来搜题目。你礼貌吗？嗯，题目全面，命中率高，面试鸭涵盖了几乎所有主流编程方向的面试题， Java 后端、 C++、 Python、 Go 前端、运维，近百个题库，几千个高频面试题，能够应对面试官的多方位靠打。我们按照面试考点划分了题库，并精心调整了优先级。就以 Java 后端为例， Java 基础、主流框架、并发编程、 JVM 后端中间件、 MySQL、 Redis、 消息微链、计算机基础、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、设计模式、单口编写系统、设计线上问题排查、场景提实战项目，一应俱全。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水平和简历情况去刷题，用更短的时间把握住面试重点，体验面试时被问到原题的快感。千万别再自己花费时间到网上搜题目、搜题解了，你浪费的这些时间，别人都可以背很多道题目了呀。那我们深知大家背题刷题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题解的质量，所以专门邀请了多位大厂面试官来创作和优化题解，保证题解是正确易懂的。就以如何设计叉叉系统之类的场景题为例，如果你没有类似的经验，被问到时就会一脸懵逼。那我们会先针对题目给出回答重点，直击面试官的腰子，然后结合实际经验给出更多的扩展知识，对着面试官打出一套组合拳。就这一道题目，丫丫就写了3000多字，还搭配了图片辅助理解，保证通俗易懂。这样一来，大家不仅仅是背题来应付面试，而是可以真正的学到东西，全面提升技术视野、开发能力和面试经验。我们的很多题解都可以当做技术文章和专栏来学习，所以哪怕你现在不急着面试，也可以通过面试鸭了解高频面试题，巩固基础知识，明确学习计划，提升技术水平。当然了，鸭鸭现在也是刚刚上线，产品和内容都需要进一步完善。我们现在每天也都在高速更新题解，完善系统功能，未来也会紧跟面试趋势，持续更新题库和题解，及时添加当下企业面试新题、新知识、新技巧，让你始终走在前列，不要浪费时间在过期的题目和知识上了。也希望大家体验并且多多给我们反馈，如果有面试遇到的希望补充的新题目，丫丫也会加班加点解答。最后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也欢迎大家的监督，我们既然做了这件事情，不成功变成人。